啊，给你商量个事儿，咱院的东西，你看看，不要全部都扔它，不要占地点了都，啊，你乱七八糟的，院东西都种不上都，是吧？收拾干净点，住着也舒服，那破破布烂套子全部该处理处理掉。妈，听我的啊，该不要你全部处理掉啊。听见没？怪不舍的啊！哎，好不好？我给你换呢。啊？嗯？好不好？老妈不好意思说了又。哎呀，这都是多年的宝贝啊！全部给你了。好东西。嗯，很好东西。俺爸珍藏多年的东西，全部给你收拾走了。做了很大的慈善工作，才给你的。你看俺妈这回狠下心了，是不是？做你好房子就要该处理就要处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知道吗？是，是不是老妈？嗯。全部处理掉，这全部也不要了，全是破破烂烂的，箱子好多年了都，不知里面有没有什么宝贝，等下去外面检查一下，老妈。你要看一看啊，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宝贝啊，钱之类的，像存款证看有没有。啊，这些都是老妈以前当年年轻的时候闯荡上海滩的时候用的包。这是啥？宝贝都看这些。对，看有没有宝贝。哎呀，还没看呢。你看老妈还不舍得卖呢，还处理掉，全部处理掉，买新的。都放了20年了，你都没有用，现在还要用吗？没办法，老一代人都是这样的啊，一直放，放了20年了，这些东西都。啊，你是这小。咦，老妈又不舍得了，那新花都20年了，知道吗？现在繁花季都倒闭了，还用那个繁花呢。你看那个新花还没看呢。用放多少年了？20年的宝贝，看里面有没有金银财宝。这是现在都20年了，放那里。现在老妈也不说话了，心痛，没办法，心痛也要扔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没办法。我也是为你们好。整理了一大车子，还在心痛呢。我跟你说，你弄回家的，弄回家的嘞，还没看呢。新生这些花没种过呢，没种，现在卫生也种不上了，知道吗？处理了一大车子，老妈很心痛，那没办法，你也不穿，放了也是放着，是不是？这卖那个钱全给老妈啊。老妈，开心了吗？这卖的钱还是全给你，是不是？还不开心？嘿嘿，又笑了，又给钱又笑了，哎，像个猴宝一样。卖的时候很心痛，现在收钱了又很开心。把这些破的东西全部扔掉，老妈还很心痛。没办法啊，我也是为老妈好，这些衣服都很多年都没有穿了。留着也是留着，是不是？到时候买新的啊！妈，别心痛了啊！到时候买新的啊！你像这些衣服，你看我不收拾的话，你也不知道，都10-20年放那边了，是不是？收拾一下，到时候打扫卫生也好打扫。这些衣服都20年前了，也不流行了，是不是？辛苦一辈子。新花呀，新花，你看你多少年了，你都没有种过，是不是？都没有种过。如果我不收拾的话，你也还一直放着，是不是？这放多少年了？现在你去谈花吗？人都倒闭了都，都谈不出来了。鲜花，这。问了，现在是没有人谈花了，现在买个都是买被罩的。对，你看人家，这位叔叔比你还懂，是不是？思想要不要那么顽固了啊！你也不吭声，
你不跟着我也没办法，我也得为你好。你气一下就气一下吧，两天就好了。生气了，知道了，不管了，生气了，气也没办法，我也得为你好，是不是？那放这么多年了，你昨天还喊了我爸，说不要东西全部扔掉，到打扫卫生好打扫。现在扔了，你又心痛了，不要心痛了啊！辛苦一辈子了，该换掉的换掉啊！你这那些东西也都好多年没用了。哎，马哥家了。啊。我给你买的两袋红薯。买的红薯。嗯。这个红薯比较好吃。啊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阿斌寄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哦。好像是吃的，来看一下。看，寄的什么好吃的？是什么呀？东西呀？啊？是什么东西呀？这是咱们的特产吧，应该是。哇！哇塞！牛耳饼。牛肉饼，牛耳 饼。嗯。哇，一大箱子。哎呦！来来来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尝一下。嗯。